灯妈终于要离开黄色灯了。邓妈安全到达温州，还有专属弟弟接送服务。下来帮姐姐一下呀！咯噔在哭泣，邓妈在开心。这下黄咯噔只能撵我了吧？哈哈哈！你凶我！给你们看一下，邓妈不在家，我跟黄咯噔的相处模式啊。就是我俩谁也不待见谁。爸爸，好，我走。俺妈交代的不能怪我。